势大家又拉平翻啊！嗱，见到林丹系抢波，哎，嗱，咁啊呢一球有少少我哋角度觉得咧就好似出界，咁啊，但系咧裁判就将嗰个波咧就判咗俾韩国队。嗱，咁啊见到，嗱，见到两个教练咧，哎。冇喐手，咁啊有少少嘅冲撞。嗱，而家林丹其实喺场里边仲拗紧嘅。嗱，我哋头先个角度其实就啱啱好喺个界边，咁啊真系要再睇多次先至知道究竟系唔系真正出界。但系暂时嚟讲，球证系判咗出界，即系俾咗韩国。咦，哇！连林丹自己都火起啊！冇，即系千祈就唔好。咁啊，其實兩邊都係咁緊張啊！同時間，其實韓國方面。